欢迎张若凡。你变得不能再对我坦白。其实森林之王是我第一个比赛，我一开始并没有很想来参加报名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的人，所以一开始其实是经纪人觉得有一个机会你为什么不去尝试，然后就提起很大的勇气来报名。我觉得张若凡唱歌一听就是很扎实硬底子，要什么音色有什么音色。播出之后收到非常多的回响，所以我那时候我的自信心开始有慢慢的起来。结果第二次我就抢麦失败了，后来还是很幸运，就是因为人气票被救了回来，被捡了回来。我那时候对到凯琳后，我觉得节目是不是很讨厌我，想把我弄掉，想要淘汰我，但后来觉得他们还是爱我的吧。第四次的团体合作赛，我真的很希望1、2、3、4、5、6都是团体合作赛，因为我很喜欢跟大家一起表演，然后我又很喜欢跳舞，刚好就有这个机会，然后我跳舞的时候他们都会在旁边给我就给我尖叫，然后给我很有爱的眼神。我觉得这个团体合作赛让我真的很没有遗憾。若凡唱歌传达情绪，我一直很希望他可以多被观众看见，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我会觉得蛮欣赏的一个唱歌的人，情感投入程度很高，而我也被你深深的打动。那一天是我真的觉得证明自己的最重要的一天，就是在那一天。魔王 PK 赛让我压力非常非常大，我不出门，然后也很少吃饭，也一直失眠，整天传讯息给我经纪人说我真的睡不着怎么办，我输的话怎么办。我一开始看到我的对手进来的时候是我私底下的好朋友，那我知道他之前有参加过其他内地的一些很厉害的节目，所以对我来说他是唱功非常稳定的一个歌手。所以后来真的是也是因为 Ella 老师跟我讲说我应该要稳一点，我应该要站稳那个舞台的时候，我真的有把所有的心思跟力量都慢慢的用歌声然后释放掉。对，我觉得我是越挫越勇的选手，因为我只要很害怕的时候，我音乐一下，我反而那个害怕会突然凝聚起来变成一个力量，然后就会越唱越好。吸一口气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掌声欢迎张若凡。恨不得一点不剩。
谢若凡，我觉得今天看到若凡的企图心很强，从歌曲一开始那个眼神啊，包括我觉得你今天的装扮都很有企图心，感觉一直压抑着，一直压抑着，然后等这个歌曲一直铺陈，一直铺陈，然后最后爆炸这种感觉，我觉得很棒。声音依然很自如的，而这个歌很难唱啊，突然低，然后突然到低了，然后控制度要非常好。对，我觉得喜欢的人一定喜欢，非常稳定，非常稳定。谢谢老师。其实我刚听他的声音是很有磁性的，然后舒舒服服的，长得漂漂亮亮的。其实他可以选一个安全的歌，就他在总决赛这件事情要来拼这个事情，我很钦佩你这个摇滚精神。很棒，加油！若凡做得很好，好，我们在这边先谢谢若凡的演唱，辛苦了。